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中医针灸传承学会，我是陈德成，现在纽约主持本次讲座。首先向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新冠肺炎自今年1月开始以来遍布全球，疫情传播之迅速，病情之严重前所未有。目前美国举国也进入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纽约确诊人数日益增加，人们心里恐慌，主要是本病没有确切的治疗药物，瑞德西韦还在临床研制阶段，受感染者非常茫然，不知所措。受感染者非常茫然，不知所措，心怀恐惧。但在中国国内，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们今天非常有幸请到了武汉前线正在雷神山医院工作的王谭教授。王谭教授，医学博士，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吉林省名医，呼吸系统病专家，擅长中药治疗各种疑难肺病和杂症，是国医大师，长春中药大学人际学弟子。他的最新职务是武汉雷神山医院西八区主任。王谭教授是2月15号随国家第四批医疗队进驻武汉，他的团队在雷神山医院主持西八区的新冠肺炎治疗，大多数患者为重症、伪重症，很多生活不能自理，也有其他医院治疗无效转来医院的伪重病人，经过他们的中医药治疗后，把这些重患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据了解，在院工作25天中有26名重患痊愈出院，成为中医治疗伪重冠新冠病肺炎的典范。他们取得的成绩震惊了世界，引起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王谭教授也是我的同学，大学和研究生共度了8年的学习时光，他为人朴实，处事低调，学术严谨，临床务实，治疗以纯中医中药为主，在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名声显赫，名人政要疑难杂症都求治不绝，他是一号难求，成为纯中医治疗疑难杂症的一个典范。目前他工作非常繁忙，拒绝了一些媒体的采访，但当我们要求他为我们海外中医做一场讲座时，他欣然答应了。我们需要他的帮助，需要他的指导，增强战胜病毒的信心。当我跟他要一些目前的简介时，他只给了我短短的几行字。其实他还有很多社会的兼职称呼，还有很多的功名勋章，这里呢他都不让我讲，所以可以看出来他的为人非常低调。他想讲的就是中医如何能够在治疗肺炎在各种病症中的一个起的作用，弘扬中医是他的一个使命。今天他讲给我们的题目是当前武汉前线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现状与思考。在美国的各位中医同道啊，那么我不能说，应该说在中国是早上好，我知道美东时间是晚上的8点啊。那么我呢是来自于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肺病科，我在那里做主任啊，我叫王谭。那么我的最新职务呢是呢，那么武汉雷神山医院啊 C8 病区的主任。
大家好，陈德成呢是我的大学同学和研究生的同学，我们在长春的时候呢就关系非常好，所以说，那么他有这个向我提出这点要求的时候来看哈，我也是这个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啊。那么也是什么？也是其实也是那么关注着，除了中国之外，现在呢全世界好像是都有一个这个很不乐观的这么一个形势啊。对，那么也想跟那么在美国的同行进行交流一下啊。我们可能会看到，那么国内的疫情呢，那么在1月份的时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到目前为止，那么总共的确诊人数是81000多。那么经过了全社会的努力啊，尤其是那么党中央那么提出来，那么中西医结合，大批的医务人员4万多，全部那么集中到武汉，大家都责无旁贷。那么在这场战役大军当中，我们中医是作为正规军，那么来参与的。我今天呢，那么这样先说一下我自己吧，啊。我几乎全程参与了新冠肺炎的防治啊。那么，在2月15号之前，我是在吉林省，包括最初的方案的探讨，以及那么临床的救治啊。那么到了2月15号的时候，那么应国家的征召，卫健委和中药管理局啊，我作为第四批援鄂的医疗队，吉林省中医医疗队的一员，来到了武汉。那么到了武汉之后呢，我们成立了，那么接管了，正建制的接管了我们的 C8 疗区啊，也就雷神山，大家知道是用来啃，那么大家说是用来啃骨头的啊。那么我们接治的患者大部分都是那么重患偏多啊，另外一点呢，那么就说在别的医院，那么效果不是很好的哈，都转到这里来。那么我们到现在呢，那么武汉在市内因为要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所以说武汉的医生慢慢的都会回到本医院去，那么把存留的患者都会转到雷神山、火石山和金鹰潭3家医院，我们恰恰是在雷神山。我今天呢，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就是我在整个的那么新冠肺炎的那么防治过程当中的一点心得啊。那么我可能重点是要解读一下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新冠肺炎的防治方案第3版的修订稿。我们现在在雷神山呢，那么又把它进一步进行了修订，也可以称为第4版啊。那么我们知道啊，那么中医的话呢，那么好像门派呢偏多一点啊，包括南方和北方，由于地域的差别嘛，包括那么各种流派的差异来看啊，可能会出现出可能会有很多的那么有关于新冠肺炎防治方案啊，我们当然不能说是自己是最好的啊，但是呢，那么临床应用起来的话呢，那么效果还不错，所以呢，我也是在这里边跟美国的我们的同行们啊，那么我也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在群里的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人哈，对呀，那么我想听起来大家也不会感到很生疏，或者说不好理解啊，一般不会的，在讲之前，我必须那么谈论一下，就引入一个那么我们在这次的新冠肺炎中医防治过程当中啊，一个重要的名词就是状态，就是那么。我也考察了一下，那么当新冠肺炎刚刚的那么有消息传来的时候，那么我就从南到北的跟各位同行啊去交流哈，那么让他们发一些图片，包括那么面部的，包括舌象等等哈，包括一些患者的平常的感受等等，那么就是为了，这个病我们也都知道，那么。我们也都知道，那么整个中医的那么3000多年的发展史哈，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和瘟疫做斗争啊。如果没有这个什么，那么
东汉末年的瘟疫的流行，我想《伤寒杂病论》都不会成书啊。那么后来的，那么包括什么瘟疫论开始哈，有瘟病学说的兴起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都在什么，都在那个，那么几乎都是在和瘟疫做斗争啊。中华民族。那么是中华文明四大文属于四大文明之一吧，啊，那么其他的三大文明都断代了啊，都断掉了，只有我们中华民，那么中华文明还在那么延续，并且一直在一那么现在呢，那么又有什么？我们复兴的路上也是哈，越走越远。其实我们中医药哈，我觉得功不可没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啊，那么关于病毒的存在的时间。远远的超出了我们人类，也就是说，它很多时候是在和我们人类相安无事的并存着。那么这次呢？那么为什么是造成了这么严重的传染病啊？这也是当时我们的很有心里边存了很多的疑问。当然，那么如果是说，无论说你的。那么发病，就说你有没有这种发病的基础？你不接触病毒，那么你肯定不会得这种病，这是肯定了哈。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而是说这个病毒我们避免不了，就不能完全的避免和它接触了啊。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究竟是说，那么我们的在我们的人群当中，有些人得了，有些人没得，有些人得了很快就自己好了，有些人的话，那么没好，并且有的是呢发展形成了重症甚至伪症啊。那么我们最初的时候在这方面来说，那么做了一些探讨。那从南到北，我们那么中国的从南到北，我们收集了一些个病人以及正常人的，那么包括他的平常的一些感受，包括那么，他的一些就是说一些病人的面色呀、舌相啊等等哈。那么我们收集一下之后来看，我们的最初的结论就是，那么我们最初得出的那么结论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今年的人体的状态啊，肺脾气虚、寒湿偏盛啊，这样的状态的人群偏多，并且，那么得新冠肺炎这些患者之后来看，很多人都具备了这两那么这种状态的那么特质。当时的时候，那么几天前吧，在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说欧洲、欧美方面还没有大流行的时候，我去和我的同学，那么陈哲成啊，那么去他，那么去求助于他，我说你能不能把那个就是美国人、正常人，包括病人、包括华人、包括那么一些个那么白种人等等哈，他们的这个面相和舌苔给我拍过来一下。我想探讨一下，就是这种今年的这种那么居大多数的肺脾气虚寒湿偏盛状态是否是全球性的？那么也求助了一些欧洲的同学，包括同事等等来看，那么从目前来看，的的确确，很多人都具备了这个状态。那么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哈，那么我们先。解读一下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那么新冠肺炎，那么防治方案的第三版的修订稿，关于预防人群的问题，我们当时是这样的：首先呢，针对的是呢，那么高危的易感人群，那么包括了湖北省哈，那么回城县居住在吉林省的人员，那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暴露的高危的科室医护人员啊，暴露于。确定或临床疑似病例的人员，那么首先第一条是针对他的。对不起啊，我不太会，头一次用这种方式，那么跟大家交流来看哈，我用的不是很熟练啊。一会儿我就，我想一会儿我会更熟练一些啊。那么另一个呢，就是普通的人群。那么首先呢，那么说说干预措施啊。对于高危的人群呢，我们一般在常规的防护基础上呢，以待察言处方进行预防性干预。那么也就是说，我在这里不再讲，那么我们就是预防防护基础了，在网上大家都在网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一会儿呢，我要特殊提一下关于戴口罩的问题来看哈。那么我们干预的依据就是呢，
我们说寒湿状态的人比较容易那么受到那么新冠病毒的侵袭啊，或者是以至于导致后来的发病啊。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寒湿状态的特征。嗯，那么它最经典的特征就是比方说啊，胃寒啊，肢冷啊，口淡黏腻，身体比较胖一点啊，比较容易出现恶心，或者是说食欲不振啊，经常的就是说没有口味啊，吃饭就是为了吃饭而吃饭啊，包括乏力啊，大便稀啊，或者是肠黏呢不成形啊，或伴有关节的疼痛啊，那么肢体的浮肿啊等等，或者是关节的一些肿胀等等哈、啊。看你看他的舌相就是一般的，那么比较轻一点的话呢，舌淡啊，那么苔白或者微腻啊，稍微重点的舌质就会出现紫暗的现象。嗯、那么我们干预的方法啊，既然说这个状态比较容易招致感染啊，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啊，那么我们就选择尽快的，或者说尽快而有效的，那么我们说解除这个寒湿状态。啊，所以我们的基本原则就是呢，散寒除湿啊，避疫扶正啊。我们拟定了一个除湿的那么防疫的方子。嗯、这个方子呢，来源于《太平惠民合剂居方》，也就是其中所记载的平胃散。那么基本的组成就是苍术15克，陈皮15克，炙甘草5克哈、啊，干姜10克。大枣10克，厚朴10克。这里边的干姜原则上我们如果是说居家的话，我可以用生姜啊，会更好一点啊。我们主张用7片啊，大枣呢7枚啊这样的。那么因为很多人家里面不备，或者是到药店去抓，所以我们把这个里边的生姜用了干姜替代。嗯、那么用法呢是每天一副啊。把这些药的话，那么这几杯药啊，以养生壶或者是煮茶器啊等容器，加清水2000毫升啊，冷水入药的，煎煮20分钟，当香气出的时候就可以代茶饮了，每天这个味道也很好。有人说这个方子是我研制的，其实不是，其实我是借用了那么我们的先辈的方子啊，这方子不是我研制的，我只是把它用来那么到今天来干预啊我们这个具有寒湿状态的一些人群。那么服用的时间的话呢，大约10天左右，每天一副10天左右，可能到药店去有人去抓药嘛，这一副药人民币啊4.8元啊，对，那么也很容易推广。那么这个方子在吉林省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到目前为止有记载的那么12万到15万之间这样的。那么还有在网上流传的时候，对，在网上流传的人也在用哈，可能远远的超出这个数，并且也传到了外省，很多省份也在用。那么本来具有寒湿状态的人群，那么这些个人群如果时间过久的话，一少部分的人群的话呢，会有那湿瘀化热的迹象啊。那么比方说逐渐出现了口渴舌燥哈，意眠不安，或者舌质偏红一点哈，苔腻微黄，那么这个时候的干预的话呢，就用清温解毒啊，避疫扶正。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方子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的国医大师啊任继学老师啊，他当年在 SARS 的时候制定了一个他当年制定扶正除疫散啊，那么我们也用了它的基本组成啊，那么包括里边有那红景天10克，胡杖呢5克，生姜15克，大枣20克，也是每日一副啊，也是呢用养生壶或者是煮茶器哈、啊，清水2000毫升，冷水入药哈、啊，也是煎煮20分钟，它也会出香气啊，出完香气之后呢，那么把渣子滤掉啊，一天代茶饮就可以了。那么它的使用时间那么也是10天，这是我们对易感人群或者是说那么高危人群的我们采用的方式啊。那么对于社区人群的话呢，也就是说具有寒湿状态的易感人群啊，我们也是那么在常规防护的基础上的话呢，以简易代茶饮处方进行预防性干预。方子呢同前也是有就是我们说那个平胃散那个方子。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殊强调一下，不是说哦，你就是服这个方子就可以了嘛？没有。那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常规的防护来说，那么还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这个你在网上都可以查到。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吉林省几乎所有的派出医疗队事先啊都服用了我们的那么除湿防疫方啊。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那么就是到了武汉以后，我们派出了1200多人还没有感染的那么上报啊。那么在众多的那么防护，我们也知道，我们很多的有好多的就是这个预防的措施哈，在众多的这个方法当中，我要特殊强调一下啊。那么我知道现在呢，我们可能是说。中国学员给世界提供了好多的经验，也争取了好多的时间，但似乎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大家都以为离得很远啊。那么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了啊。基本上就是说，平常的时候，我想简易的说一点吧，就是消毒，包括了你的手消毒啊，更多的是啊，你要学会正确的用。用可以杀灭病毒的这个洗手液哈，或者是60%以上，就是我们用的是75%的酒精啊，包括一些含氯的那么洗手液啊，来进行消毒，手消毒。那么要学会正确的洗手方式，勤洗手是没有错误的。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清洁。对，消毒的时候也包括了那么你住处的消毒等等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清洁啊。那么我们建议，那么平常的时候，也是那么你洗漱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倒建议，那么每天洗一次，那么冲一次淋浴啊，每次的淋浴时间，那么不要少于呢30分钟。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持距离。保持距离，那么有实际意义上的距离。那么在国内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那么这个距离保持在1米以上啊，实际的距离。那么另外一个距离的话呢，那么就是说拉开接触哈，戴口罩。我们口罩的选择呢，那么一般的就是不是在医疗场所工作的人不建议做戴 N95, 就普通的医用口罩或者是说外科口罩就可以了。那么可能现在有一个尴尬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戴口罩，可能大家都会躲着你，或者是说对你形成歧视等等哈。他们认为你戴了口罩可能你就是病人了，或者哦你中国人戴口罩等等等等哈，这可能涉及到一些问题哈，我在这里不想多讲。但是我的一个美国同学，也是我和陈德成我们两个的共同同学丁志波啊，他也跟我讲了这个问题。我给他的回答就是，那么在面子和那么安全生命之间啊，我建议毫不犹豫的选择安全生命啊。所以说，那么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歧视是短暂的，大家很快就会那么意识到原来戴口罩是这么的重要。戴口罩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保护我们自己啊，那么免受感染啊，那么其实更多的是呢，也是呢为别人的负责。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那么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那么尤其是说没有，就是说无症状的人，那么这些无症状的人来看呢，那么他的传染力啊，他的传染性那个一点都不比那么有症状的人差，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防不胜防啊。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就养成这些习惯，消毒、清洁、保持距离啊，保持距离当中包括了戴口罩，戴口罩的时候其实不光是保护我们自己啊，那么免受感染啊，那么其实更多的是呢，也是呢为别人的负责，因为我们不知道谁是那么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那么尤其是说没有，就是说无症状的人，那么这些无症状的人来看呢，那么他的传染力啊，他的传染性那个一点都不比那么有症状的人差，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防不胜防啊，那么我们最好的办法就养成这些习惯，消毒清洁，保持距离啊，保持距离当中包括了戴口罩，嗯。我重点的那么谈一下哈，我们那么我们这个方案当中的治疗方案，嗯，从可以这样跟大家说啊，我不去评论我们现在的有关西医的那么治疗方法，包括用药等等，那么这个现状大家都清楚，无论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日本也好，或者是包括其他一些国家也好，你看哈，那么到目前都没有一个确切的那么真正有效的治疗这个病的药物哈，那么疫苗在研制过程当中啊，那么好多抗病毒的药物来看呢，也在处于临床观察阶段，嗯。那么目前的治疗的话呢，大多数呢是说，那么可能流行的治疗吧，嗯，我也看到了意大利等等，包括伊朗啊，他们现在就是一种支持疗法，也就是说，我个人理解啊，相对的比较被动的一个办法，嗯，就是说，说白了呢，更多的是呢，我来维护你哈，包括有更多，包括一些个有基础疾病的人，或者老年人哈，一些高危因素的，那么我来帮你什么，帮你这个看着这方面，那么盼着呢，你尽快的，那么能自己挺过去，大多数是这样吧。但是呢，那么中医的治疗是一个主动的治疗。可能有人会说哦，中医可以抗病抗病毒吗？中医可以什么？可以杀死细菌吗？啊，我们中医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杀死谁，或者说是去抗什么？你看哈，那么我们的体，那么很多人用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中医，这是不对的。嗯，那么我们中医自有我们对这个病的认知体系啊，所以我们中医很多时候来看呢，都大多数都说。除疫啊，清除掉它啊，而并没有说我们要什么杀毒啊等等等等，这些话这些个如果是那样的说，非得要从抗病毒的角度来理解中医的话，那就是说缘木求鱼或南辕北辙了。那么我们的治疗，从治疗原则上来看哈，救治废弃，嗯。这个没得说的，嗯，那么我们从后来的那么大多数的死亡病例的后来解剖，我们也看到了，损伤最大的就是肺的损伤，嗯，几乎是没有功能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是很早就提出了总的治疗原则是救治肺气。那么我们长春中药大学的方案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遵循了那么我们中医对很多的那么危类疾病的那么认识，你比方说那么伤寒论当中我们六经辩证，包括那么危论当中维气营血辩证啊等等来看哈，那么我们都体现了一个来看的话呢，根据什么，根据病邪的深浅来什么来分层次的论治啊，分层次的去那么去什么去这个那么设定哈，那么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啊。所以我们把第一那么最先的啊，那么包括了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啊，但是国内现在检测是非常方便的哈，凡是有这些个都会去检测，对，嗯。那么包括了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轻症的肺炎啊，如果有外感表现的，那么这类的患者，这类患者我们把它分期的时候把它分在微表期啊。在微表期的早期啊，我们把它称为呢易毒外袭啊，寒湿内盛，这是一个我们这那么有症状的人，我为什么在这里单强调一些有症状啊？对，一会儿我还要说另一个问题啊。那么有症状的人最早出现的就是这个易毒外袭啊，寒湿的内盛，比如那么临床可以像比方说无寒发热、无汗，头疼身重啊。那么肢解的酸痛、鼻塞、声重、流鼻涕、喉痒、喷嚏、胸闷、咳嗽、痰多色白哈，或者是呢面色呢淡或者青灰，我说他的手足是欠温的，一摸冰冷，舌淡胖哈，那么苔白或腻啊，脉浮或者浮紧，
我们大家看一看它是不是和，那么从症状表现来说和我们的经典的那么风寒感冒非常相近，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说那么因为有一个核酸检测哈，那么是阳性来看哈，我们甚至来说完全那么就是把它作为风寒感冒去治去啊。更有意思的是它后面的，那么我们的治法呢是散寒除湿啊，宣肺解表。我们推荐的方药哈，那么这个方剂是我们用的是呢，那么荆防败毒散啊。那么在北方用荆防败毒散的机会比较多，那么在南方的话呢，那么更多的是用它的原方啊，人参败毒散。你在这里又发现了，它和我们的那么中医治疗普通感冒的用方是一致的。那么基本的组成是荆芥15克。我们也可以用紫荆皮啊40克来替代它，防风15克，羌活15克哈，川芎10克，独活15克，柴胡15克哈，白钱10克，桔梗10克哈，知翘15克。那么在这里又加入了苍术30克啊，茯苓30克，炙甘草5克。那么加入了苍术的目的就是说这些病人你看呢湿气是偏盛的。那么服用方法呢就是每天一副啊，每天一副啊。那么水煎我想这个或者是你用配方颗粒啊。那么这一副药来看的话呢，那么一般的甚至到外感类的方子啊煎两次就可以了，分成三次啊。我们建议是八小时一次啊。那么它的起效的最快速度就是一天症状完全消失啊，一般的呢，那么三天左右来看，你去复查核酸就，大部分都转阴了啊。那么这是一个，真是如果是说这个病人在这一期就得到了中医的救治哈，那他真的是很幸运的。在使用这个方子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啊，那么我们的。有疗效的反应就是汗出啊，就是出汗的啊，所以我们也建议在服药以后来看呢，服一点什么，多喝一点热水。我知道在美国大家都不喜欢喝热水哈，那么这时候呢就把它当药好了，就当做药来喝就好了，多喝热水或者喝点粥啊，那么多加一倍哈，让它微微汗出啊。那么我们建议你的应用时间来看啊是呢，那么5到7天啊，有很多的肺部的甚至肺部有改变的一些个什么，就是早期的一些个什么，我们说间质性的改变之后来看，5到7天这个方子把它解决掉。所以我建议大家，那么如果是说，在美国我们的亲人或者说我们身边的人哈，对，那么只要有了这个什么这些外感表现哈，你先别管他是否是那么新冠的感染啊，那么按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只要他是一个什么那么具有了一个什么风寒外感这些个什么这些个特征的话，都可以使用这个方子尽快的解除掉它，是与不是在这期我觉得都不重要了啊，尽快的消除它才是最重要的。万一它是呢，那么在微表期的另一个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我们叫迁咽期啊，迁咽期啊。那么它的特征呢是呢邪瘀积凑，那么痰热瘀肺这一期。我们当下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啊，我们有一点点的感冒基本都不看病去啊，都不看病去。那么或者是说用一点对症的药，包括什么康泰克等国内的什么感康等等啊来看啊。那么来对症治疗，那么有很多时候或者是说干脆就挺着啊，多喝热水啊等等啊，或者是说什么怎么休息啊等等啊，很多时候呢都把这个什么都使这个病情就是在外感期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呢都把它牵延到了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一期就邪瘀积凑痰热瘀肺期。那么很多的新冠的肺炎啊，这是一个患者之后来看呢，那么也是啊，在外感在早期的时候没有注意啊，很多人进入了这一期。
那么他的表现就比较明显了。这时候来看，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哈，在当下来说啊，我是不是得了新冠肺炎了啊？那么临床表现包括高热、身痛啊，恶寒那、比较轻微了啊，这个喘促气急，或者有汗或者无汗出啊，头痛啊、面食啊、心烦不眠啊，少量的黄痰卡出比较困难啊，鼻干口渴。你看他舌线哈、舌尖是红实的，它还薄白啊，或者是干，或者是黄燥，脉出现滑速或者细索了，这时候这个症状比较明显了那么，他还具备了什么？具备了表症啊，具备了表症啊，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呢，邪瘀积凑，痰热于肺气。那么在这一期的时候来看，治疗就比较关键了啊，它极可能滑向，就是这一期是很可能直接滑向了重症的肺炎期的，所以在这一期，所以说我们也是尽快的干预它，我们的解肌清热啊，清热化痰啊，用这个办法，推荐的方子呢，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就拟定了这个方子，用于治疗流感啊，那么我们把它叫新柴葛解肌汤，那么组成呢有。柴胡15克啊，葛根15克，荆芥10克，羌活10克，防风10克啊，白芷10克，生麻黄记得啊10克，生石膏60克，如果高热的话呢，生石膏可以加到100克，杏仁10克，栀子10克，杏仁10克，栀子10克啊，生黄芩15克，知母10克，生甘草10克，那么也是哈、那么对于新冠肺炎的患者来说啊，每天一副啊，那么水煎服分三次服，退烧极快啊，症状改善也是非常快啊，一两天差不多就可以改善掉了。那么它的总的那么用药时间的话，就是一个方子来看哈、我们也主张你用5到7天，5天左右吧，那么也是很多人那么。很多阳，那么检测核酸检测阳性的啊，在这5天之内啊，大部分啊基本都准啊都准阴啊，效果也是蛮好的，那么在微表期的时候呢，我们大体呢分为这两个阵型，你们可能会看到了，说这个是否说都是按沿这条线来走呢？不，因为疾病嘛是一条线。那么是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比作一条线的话呢，它是由无数的点组成的，所以我们切入的只是某一个点，那么这条线有多少个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无数个点组成的，所以说有的人来的时候可能是说是一个早期的，有可能来的时候呢是一个轻症期的，甚至呢一来就是进入了，就是我们下边要讲的下一期，这样的啊，所以说也那么也不必太拘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强调一个问题，那么我们中医呢基本上是说，那么根据一些个什么认为有诸内必行之于外啊，那么症状对于我们的诊断的辨证都非常重要，我们这次的一个难点就是有的时候呢辨证的依据我们很不充分，有的时候那么很多的人的话呢，那么甚至没有我们所谓的经典的症状，那么它所出现的就是平常我们所不太关注的，比如说一种现象或者一种不舒服，平常都说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这段时间怎么这么累呢，或者说最近有点胃有点胀啊，或者说腹泻啊，拉肚子等等啊，或者是说这段时间我睡眠不太好，喉咙发堵等等，那么有的时候呢可能我最近是头晕，或者说脖子疼等等，就是这些我们不经意的一些现象啊，或者一些表现啊，往往就提示了可能啊，那么有这么有新冠的可能，所以说这时候呢我们也需要重视，平常不重视，这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重视吧。就是我们说下一期我们把它称为重点期，因为很多的时候来看的话呢，我们都错过了那么在微表期的那么重要的干预啊，那么来的时候就直接进入了那么我们的下一期，我们把它称作伤肺期或者犯肺期，那么在对应那么这次新冠肺炎的话呢，它包括了普通型、重症型和伪症型。
那么第一种症候，也就是初期啊，也就是伤肺期的初期，我们把它定为易毒寒湿痹肺。哪个痹字呢？我们不是用关闭的闭，是用我们病煞啊，就是说痹症啊，就我们把经常把风湿称的痹症嘛，那个痹啊，易毒寒湿痹肺气啊。那么可以临床表现的咳嗽，我觉得很多人干咳没有正经的痰咳出啊，也有一些人呢痰稀呢多泡沫啊，动作气短，面色的暗滞啊，那么手足逆冷，舌质暗淡，边有齿痕，苔白滑，脉弦或者弦细这样的脉象。我们的治法啊，那么温肺化湿啊，除痹通络啊，除痹通络的，我们的用的方子呢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啊，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肺病科，那么第一最擅长的一个疾病就是肺间质病啊。我们就说可能大家说肺纤维化大家比较清楚吧，那么我们有一个温肺注饮除痹颗除痹颗粒啊，温肺注饮除痹颗粒，它基本组成就是这样的生麻黄12克，白芍15克，桂枝5克，七辛3克，姜半夏7克，炙甘草10克，五味子10克，干姜10克，桃仁10克，没药10克，西仙草30克，威灵仙5克。西仙草30克，威灵仙15克啊，那么鹿蜂房我们叫炒蜂房5克，那么我们加了苍术30，厚朴15啊，这是它的基本组成。那么加减，如果是痰黏比较难卡，可以把半夏去掉，加天花粉15克，如果有胸中烦热哈，可以加生石膏30到50克，鲜煎，如果是排便的困难或者是大便不成形，比较粘滞的可以加呢枳实15克，黄连15克和生带黄15克，茯苓20克，泽泻10克，就说以通为用啊，一般的用三天左右哈，就可以把后边的这些个枳实、大黄、黄连呢等等哈，去掉了。那么七天以后呢，那么如果是这个症候还存在，你还可以继续应用它，那么这个方法和这个方子啊，对普通型的新冠肺炎啊疗效是极好的，那么用上之后呢，一般的时候呢，在第二天就可以起效啊，十天左右之后哈，那么如果说普通型来看哈，那么很多的整个一个肺部的那么炎症渗出表现就会完全吸收或者是说明显吸收，那么它的使用率也是至少是七天，也是每天是一副的啊，那么水煎或者用配方颗粒啊，煎好之后呢，那么把它分成三份啊，我们建议是早午晚，那么各服1/3啊，一天一副，大家也可能看到了，这方子比较简单嘛，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家庭主妇和一个高级厨师之间的区别不是食材，而是说你是否这个而是这些技术含量啊。呵呵，那么很多的患者也是错过了前面的治疗之后来看的，那么直接或者是说。直接转入了下一期啊。那么下一期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哈，这个易毒，那么犯肺之后来看的话呢，在肺部呢流而不去哈，会组织气机啊，那么会积瘀让会化火，这时候比较容易出现一个症候，就是我们的中期气阴两伤啊，热毒痹肺气，我们这期比较急。甚至是一个关键哈，如果你治疗比较及时的话，或者是说治疗有效的话，很快它就会转为什么，向好的转化。如果你治疗比较及时在一期啊，那么这些患者就会很快就那么向好的方面转化，很快治愈掉了啊，治愈了啊。那么如果说处理不当的话呢，他非常容易的滑向下一期重症期或者伪症期，所以这一期的治疗就中期，就是气阴两伤和热毒痹肺症候，这个症候你一定要重视，要治疗的时候。
那么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呢，那么胸闷气短啊，乏力啊，咳嗽、喘促气急，咳痰色黄粘稠量多，典型的表现有自汗，平常爱汗出，或者晚上睡着了汗出啊。那么夜眠的不宁啊，舌红少苔，脉沉涩哈，或沉细耳涩。嗯，那么治法益气养阴啊，解毒除疫。那么推荐的方药啊，我们使用的方药，那么包括了生黄芪30克，当归啊15克，生地15克，熟地15克，生黄芩15克，黄连10克，黄柏15克，芦根50克啊。一般我们用生薏仁啊，或者生薏仁哈，就是我们平常做饭用那个，有时候茶熬粥啊，生薏仁30克，桃仁10克，冬瓜子10克，浙贝15克，知母10克，赤芍20克。那么用法也是水煎服，可以每天一副啊，对，分三次服。嗯，疗程呢，大多数呢也是七天左右哈。可是大家可能都会说，疗程都是这样吗？我们怎么所患之责？其实中医就是这样的，如果有这个症候尚存啊，那么就守方守前方就行了。如果这个症候那么转变了，你比方说像这类患者吧，可能无论是前面出现了多少啊什么阴伤啊，或者是说热毒来看啊，那么当这些都被清除掉之后，他都会回归他的疾病的基础虚冷。想到哪说哪，说到哪了，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这次，尤其是现在新冠肺炎啊，那么由于从传染从感控的角度哈，可能望诊是偏多的，脉诊你可能不太很难进行，或者说进行的时候风险是很大的。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那样的，采用这个图像的方式哈，那么来进行中医的辨证哈，可是还是不是很精准。那么到了武汉的雷神山以后来看的话呢，我们就开始尝试，究竟是戴手套的时候能可不可以哈、啊？那么最大程度的来辨别脉象啊。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戴三层的手套的时候，这个触觉那么有，但是减弱哈、啊。那么国家规定是戴三层手套的，就是乳胶手套啊。我们把它减到戴两层手套的时候，这时候敏感度就很好了啊。那么不建议你戴一层手套，因为一旦破损之后哈、啊，你就是直接接触了，我们现在呢，那么把就是说微表期和这个泛肺期的早期和中期给大家讲过之后了，那么下边就是一个我们在雷神山那么这个病区所接触到最多的啊，就一下就是我们接触最多的了，那么也就是泛肺期当中的一个重症期。我们知道这一个病来说有一定的自限性啊，那么可是呢，有很多有基础疾病的人，或者是说那么感染比较重的人啊，那么治疗起来没那么容易啊。我们现在接收的患者大部分都是从别的医院转过来，那么经过了一个月以上的治疗，有的呢不转阴啊，有的呢那么损伤非常严重，那么肺部的炎症渗出不吸收啊，或者是呢持续的感染的面积增大，这样的患者，然后整个状态都不是很好，那么也就是进入了我们这个泛肺期当中的重症期的一个症候，也就是脾肾虚冷，易毒化火。那么这一期的特点呢，你就会发现哈。那么你从他的面色呀，你包括他的声音呢，包括整个状态哈，甚至舌相，甚至脉象哈，你都会发现哦，这不是一派虚冷吗？的的确确啊，可是这个人往往就会那么出现什么？出现这个咳嗽、咳脓、血痰啊，痰也都是黄色的。那么也就是说，整体的虚冷啊和肺局部的热毒啊易毒化火并存啊，这是哈。那么我们的那么临床见证呢，我们大多数可以见到面色的潮红
啊。那么它会，你会发现啊，痰中带血啊，或者是脓血痰，胸闷啊，那么动辄气喘，或需要呢辅助通气。我们现在的疗区就有，病区就有，什么？就有这个七八个人都必须用这个，我们大家现在用的无创通气啊，必须用无创通气吸氧，那么来辅助它。伴有烦躁啊，汗出肢冷，舌胖呢，紫暗啊，苔厚腻或者是微黄耳燥。脉你会看到浮大而涩啊，那么前面我说的其实你能听得出来，其实到了这一期就是所有的药物都用完了，那么包括对抗病毒的尝试，包括那么其他的甚至一些抗生素啊等等啊，甚至一些激素都用过之后了，这些人没有好转的迹象啊，那么就是也很棘手啊，这时候可能那么。所以我大部分都转到雷神山来啊，我们恰恰是中医疗区啊，所以我们接受了大量的这样的患者。那么我们治法是温补脾肾啊，解毒散结啊，解毒散结。我们推荐使用的方子，也就是我们这个方案当中使用的方子是呢，人参十克啊，熟附子也可以叫黑肾片或者是白肾或者是什么白附片啊，都可以啊，七克可以先煎，干姜20克，炒白术30克，炙甘草10克，生薏仁50克啊，败姜草30克，芦根50克，和桃仁啊10克，冬瓜子20克，赤芍20克，每天啊，就是每日一剂啊，也是水煎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别小看这个方子啊。那么应该说，绝大多数的那么这一期的病人经过了这个方子的服用哈、啊，一般的在呢5到7天内哈、啊，整个病情逆转。你比方说有的呢，那么面积。就是说肺部的病变面积缩小，胸腔积液啊，比很常见的或者心包积液啊减少或吸收掉完全这样的。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方案啊，也救了好多人啊。如果是说，那么这个人那么乏力比较明显啊，或者说一派肾精不足的表现啊，比如说腰酸呐、膝软呐等等哈、甚至说什么夜尿频多，你可以里边可以适当的加入，比如说熟地啊，可以加15克，或者制黄芪啊30克，或者八几天的10克这样的啊，也就是说你可以随症去那么进行一些加减啊。如果胃不太好的人哈，我建议把芦根去掉它。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期的就是这个我们中医辩证重症期脾肾虚冷和一毒化火症，是极容易出现那么尾后的。那么一旦出现了那么尾症之后呢，那么就得进入去 ICU 进行什么有创呼吸机、插管啊等等哈。一旦插管之后来看哈，那么真的是愈后很不好了，所以说这期那么我们也是进行了很纠结的探讨，最后确定了这个处方，很意外的取得还不错，非常应该说我们个人非常满意的这个成绩吧。那么也是随着那么我们这个就是说摄入的越来越深，那么包括呢那么见到的患者越来越多，那么也发现了冠状病毒的的确确对，首先对于寒湿有偏嗜性啊，偏症的偏嗜是嗜好啊，你看啊。那么另外一点，我们把它称作疫毒吧，它侵犯的不单单是肺脏，那么包括其他的脏腑组织都会侵犯到，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说，那么。我们说比较常见的死亡的原因啊，那么就是对心脏的损伤，我们把它称作伪，也就是第四个哈，伪重症期啊，它的特点呢是呢伤阴耗液啊，心阳的浮动，那么症见的喘息啊，动辄尤甚啊，甚至口舌生疮啊，可能这个人这个没有别的表现，突然口舌生疮哈、啊，对，胸闷啊，咳嗽，痰少，心悸啊，虚烦少寐啊，睡不好觉，神疲啊，手足心热啊，大便干结，舌红少苔，脉细索等等这些表现。那么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那么这类患者你看他的那么非 CT 的那么炎症渗出表现并不是很重啊，可是这患者那么他的呼吸衰竭啊等等啊就非常非常明显了，你看的氧分压啊明显的降低，氧饱度也根本不足，氧化指数也是非常很低了那儿的啊，那么甚至呢没有任何迹象的，甚至来不及你有任何反应，这个患者去死掉了。那么就是这一期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也那么观察了一些病例之后来看呢，那么发现你看哈，他的真正的死因并不是那么起源于肺，而是起源于心啊。所以我们制定的治法是呢，养阴增液哈。敛阳啊，这敛阳宁心啊，收敛的敛哈、啊，宁心。那么推荐的方药呢，那么有白子仁15克，酸枣仁15克，天冬十克，麦冬15克，生地20克，当归10克，人参啊十克，沙参15克，玄参15克，桔梗5克，茯苓20克，远志15克，五味子7克。浙贝15克，浙贝15克，全瓜蒌15克和珍珠母30克。这个方子也是用的时候每天那么一服哈，分三次服。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把这个方子哈与前边的那么第五个方子哈可能是同时用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个方子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脏腑全部都兼顾到啊。可是呢，心脏如果说心脏损伤了，主不明则十二关萎。心脏一旦损伤之后，你看那这个患者在短期内出现不可逆，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期。前边的犯肺期当中的普通的啊，包括那么重症的，包括危重的，我们都说过超哈。那么大部分人都可以熬过来。那么进入到恢复期啊，进入恢复期。你可能要问了，所有的人都会进入恢复期吗？不是这样的。有一部分人体是比较好的，那么甚至在外感期上，在或者是在肺炎期彻底治好了之后了，跟正常人没有两样的啊，不留下，那么你看他的肺部不留下任何的痕迹，其实心理也很强大啊。但是很不幸啊，那么有的人的话，那么就是说没有及时的治疗，或者是说有这个其他体质不是很好，会有基础疾病的，那么进入恢复期。所谓的恢复期，我们把它定位在肺部的炎症残留期啊，或者是纤维化期啊。我们由于大量的患者的，那么就是说，你比方说武汉吧啊，那么整个我们来的时候还有5万多呢，现在。降到了几千了哈，对，那么这样大量的患者，其实也是，给这个安排住院呢，包括治疗啊，那么带来了很多的那么困难啊。我们虽然想尽一切办法，那么来克服困难，但是还是真的各种辛苦啊。在这里没我们不说了啊，对啊，我觉得我天天睡觉就两三个小时啊，对，那么，所以我们现在采用的出院标准。但是呢，所以我们采用出院标准呢，就是两次出院标准就是两次的核酸呢，那么转阴啊，阴性的，那么肺部的炎症表现呢完全吸收，或者是呢，那么就是说炎症渗出表现或者明显吸收，就我们作为一个出院标准哈，那么呼吸衰竭纠正啊，我们观察了那么。但是这个呢，那么我们都知道了，你看哈，那么由于它造成的损伤，也就是说它已经没有病毒了啊，那么然后呢，那么可能是说也没有生命危险了啊，我们就那么从新冠 NCP 角度看，是治愈了，可是整个状态的损伤，其实很多人还残留着，所以我们国家也及时出。那么及时的颁布了那么康复方案哈，那么在恢复，那么也就是说在恢复期的时候，治疗地治疗直接那么
可以影响你就是这类病人愈后的生活质量哈，以及就生存质量吧等等哈，所以这会儿我们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你看我们这个一个病区48张床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几乎所有的患者都在向好啊，我们治愈出院了现在是32名患者，但是呢他出院的时候也是这个体内的阳气不足，寒湿偏盛的状态还略有残留啊。那么一少部分患者肺部还有一些个，那么就是炎症的，就是炎症遗留的损伤迹象啊。那么他已经达到出院标准，他不会再传染人了，也不会再加重了。可是呢，那么他日后的很多在很多方面啊，包括体力啊，包括一些个什么。对疲劳的耐受啊，包括睡眠呢 包括心理损伤啊，这些个可能是都会残留，就说那么遗留一段时间。那么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归类哈，那么进行了筛选，发现更多的在恢复期的时候，大多都体现为肺肾的虚冷、肺络的闭阻，就是闭，就是闭症那个闭啊，对，那么也就是后遗症的。肺纤维化，那么多数可以见到呢，有一点点咳嗽哈、啊，或者是说没有咳嗽，可少量泡沫痰或者干脆无痰了、啊，但它更多的是什么？体力的那么不如以前，比方说稍微活动之后就有点气短、喘促啊，有时候语声无力啊，气不得续啊，有时候易疲劳，稍活动一点就会汗出。一部分人有微寒肢冷，还有一些那么或者关节所谓轻微的疼痛啊，或者大便的不成形，你看他的舌是淡的，啊，他也是白，他呢略显多数显白滑啊，也翻过来看看他的舌下的脉络淤曲紫暗哈，如果你戴着手套，你可以看他的脉象，脉沉无力，甚至你摸摸他的手，隔着两层手套，你都能感觉到，冷，冰冷这样的，但是呢，这类患者的 NCP 确实是好了，是没有问题了，而是这种我们说我们中医所独有的一个名词虚劳状态出现了。看他的肺部都会遗留一些个，那么大很多人都有局部的肺纤维化迹象。一旦这个成纤维这个那么细胞被激活，那么他的肺纤化也有可能日后会这个面积加大啊，那么从而影响他的什么肺功能，所以给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啊，带来很多的困扰。所以我们这个治疗方法呢是呢温肺助阳啊，除湿通闭啊，这时候就不时的遇到一毒的问题了，几乎一毒已经不存在了，而是一毒的损伤的持续啊。那么推荐方药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肺纤维化就肺闭的过程中啊，我们有一个院内制剂叫助阳补肺除闭颗粒啊，那么我们把它移植到这方面治疗上来了。那么现在来看效果还真的不错啊，那么包括了熟地20克啊，芝麻黄10克，白芥子10克，干姜20克，鹿角胶18克啊，那么肉桂10克，炒白术15克，人参10克，舒服子啊或者黑顺片或者是白或者是什么，那么是舒服子7克啊，桃仁10克啊，没药10克，威灵仙啊30克，西仙草30克哈，桑枝30克，鹿茸房7克。这个药就不是一天一副了，是一副药吃一天半啊。那么我们的建议出院的时候我们给患者带的药都是什么超过半个月的使用量，那么基本上10副左右啊。带回去还甚至把方子带走，说如果是说那么症状效果还不错，没有别的反应，你可以继续服两个月左右。这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哈，那么我们就也可以说叫后遗症哈，也就是说很多人出现了肺纤维化，那么在一旦形成肺纤维化，大多数人是不可逆的，甚至呢会逐渐的加重，这个所以说这一期我们要有足够的重视，那么对于没有肺部的遗留纤维化的啊，那么这些个新冠肺炎的患者哈。我们也制定了他的一些干预方案，
那么包括那么这个易毒对人体的损伤，大多是体现为轻量伤吧。嗯嗯。那么还有一些个呢，更多的是心理的创伤啊。你们没有到，没有见过到这个病房去之后哈，对，嗯，在这里边以后你们也会知道啊。那么我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那么戴着手套哈，大家只是听声音啊，或者是从身上写着字，我是主任啊，我是谁谁谁。然后呢，在一个负压的房间里边哈，那么，这个心理的损伤也是非常重。包括这些中国的消息都是透明的啊，那么包括那么各房间病房都有电视，都可以知道啊，这么这个病的严重性啊，所以说，人们真的，从恐惧，到最后呢，比如说无奈啊等等哈，这些现象都会出现。那么正，那么我们最比较常见的，比方说体倦乏力啊、心烦易怒啊、心悸气短啊。胆怯、易惊、失眠多梦等等啊，你看他的舌，那么舌象、舌淡红、苔薄或少哈、脉细啊，必要的心理干预啊，那么是当然很重要，那么适当的配合一点中药的调理，那么也会很有，也是很有助力的吧。我们的原则就是益气养阴、解郁安神哈，我们选择的方子呢，药呢是人参十克哈，麦冬十克，五味子五克，五加皮十克，就是每日一副啊，水煎服啊，或者是呢，也是像那么我们第一个预防方子一样哈，那么水煎代茶饮的，可能大家会，我知道哈，我们的群里边的很多的，那么我们的同道啊，在美国是搞针灸的，那么可能大家会问，说我们用针灸的办法用的多吗？或者是说，用针法或者灸法啊，对这个病有没有做？那么究竟这个是有没有疗效啊？针法和灸法的的确确很重要，但是呢。你比方说像在方舱医院那样哈，那么大家都是疑似的或者轻症的，或者是无症状感染者哈，这时候实行起来还好啊。可是像那么，可是在我像我像在我们这里边，大部分是以重症为主的，或者甚至是伪症来看啊，那么实施起来就是非常困难了。也就是说，可以说。可能有办法，可能有作用，可是真正的实施又缺乏可操作性。另外一点，这些个你都会长时间的，那么和患者进行面对面的，那么面对面的怎么说呢？操作吧，也是增加你很多感染的机会啊。我们这有很多办法之后呢，在这里面有时候呢可能就不好实施啊。你比方说我们的外敷啊，就外敷药哈，对它的那么肺部的炎热渗出吸收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实行啊。那么这不是医务人员胆大胆小的问题，恐惧是那么一个正常反应吧啊。所以我们也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就是没有，这也是国家要求的，国家对我们的爱护，所以我们很多那么比较危险的，或者是说风险比较大的这些办法之后来看，那么我们现在，国家也不提倡哈、啊。那么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医务人员的爱护吧。所以我在这方面，关于针灸方面来看，我没有能。所以在针灸的使用方面来说，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多的那么介绍。有的疗区，比方说有一些个中医啊，尤其在方舱的那里边的，说我们用了针灸的办法，可能治愈了很多。也许在他们那里边的话呢，可能是有更好的方式哈、啊，那么来用针灸来介入啊，对。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在网上哈，他们怎么进行的？我这个方案呢，解读基本上我就是完事儿了哈。但是这个方案呢，一定要需要结合具体的病情哈。有的时候，比方说随症的下解哈，
已达到预期，达到那么最佳的疗效啊。如果说方剂当中用的人参，你可以改用山参的话，我不是说野山参，我们的林下参效果就接近野山参了，那么效果会，那么会更好。跟大家那么可以，怎么说呢？比较作为中医吧，比较自豪的说，中医有疗效，中医的那么疗效来说还不差。啊，我们甚至主动的去治疗去啊。那么在这次疫情的救治过程当中啊，我们中医的这个作用充分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果是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哈，或者是说我不知道美国的新型情况哈，对，那么如果有机会用的话，或者身边的人来看哈，我们就可以，我个人认为哈，那么可以。应该说大胆的使用吧，那没有问题。其实你们也看到了，其实我们的很多的辩证方法都没有离开我们中医的核心辩证论治或辩证施治啊。我们也是把它灵活的进行了分层次哈、啊，那么跟在各个层次当中啊，那么又分了不同的症候啊，针对不同的症候，我们也设立了那么有针对性的方药啊等等，那么我们这次的疫情也可能，我个人认为哈，快接近尾声了。我们在最后一星期疑难呢，可能要去攻坚或者兜底哈。我们雷神山就是用来这个兜底啃骨头的来看哈。这次我觉得我们这次国家的这个政策哈，或者说那么这次的措施也非常得当，就是那么提倡了，从习总那里就提倡了中西并重、中西结合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国人呢，那么在被两大系统啊那么忽悠着啊，我觉得这个真是我们华夏之幸，也可以这么说吧啊，不为过。我的那么解读啊，就是说就我个人的发言哈，那么可能也就这么多了啊。那么如果全国出了好多好多的方案，大家都很有效果之后，我们只是方案之一啊。那么真正的实施过程当中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国内的中医西医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啊，比方说他们的支持哈、啊，或者是说包括他们的急救哈、啊，也给我们中医的治疗争取了时间啊。那么我们呢，可能是更多的是呢，就是说阻断啊，阻断。那么在阻断方面来说啊，我们做了更多的工作。举个例子吧，可能是大家都听说过，那么高速上出车祸啊。前面多少车那么相撞哈，那么很多人那么非死即伤啊。我很佩服那么不怕牺牲前去接救护的人，但我更佩服什么样的人呢，那么往后跑啊，那么去提示那些将要撞上来的车啊赶紧停下来啊，或者是那么这些人，我觉得我更佩服这样的人。那么现在呢，在国内呢，我们就出现了这两类哈，我们都做的应该是蛮不错的吧，我们中医和西医来看配合的是非常默契的啊。如果我这次的一点点啊，那么比较粗浅的讲解啊，那么您从中医的角度的话，对您的那么这个对这个疾病啊，新冠肺炎的认识哈、啊，那么起到一点帮助的来看哈、啊，那么这个。我个人感到很欣慰啊，好了，那么就说这么多啊、谢谢大家，这个大晚上的啊，听我在这说啊、那么其实我也一样的，我曾经连续了三天进仓查房，每次都会超过5个小时，我就是特意找了今天的上午的时间，那来跟大家交流，我中午的时候还得到那么医院去呀、啊。我就说下午呢还需要我去进仓去啊，有一些重患每天都要去观察他，那么去掌握他的病情啊，就这样吧。非常感谢啊王滩老师的精彩演讲，这真是来自前线的真刀真枪的实干家。我们从他的演讲过程中，我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干货，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中医的技术，也为他们
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奋力拼搏的精神而感动，是非常令人敬佩。过奖了，老同学。但是我可以很欣慰地告诉大家啊，那么在这次的疫情阻击战当中呢，我们中医不差事啊。我大概呢我全程听了王坦老师的讲座，大概呢记录了一下要点。他讲的比较多，我们看出来他也非常辛苦，因为我两个星期前就跟他要求说约一次讲座，但是他都非常忙，一直没有时间。今天呢终于抽出时间，上个星期五他才告诉我说星期一晚上他可以有点时间，那么我们就临时通知大家，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讲座。受益呢非常多。大概总结一下呢，他谈了前面呢我记录还比较详细，后面的讲方案就比较快了，我没有记下来，我大家回头呢再回听录音呢再补一下。那王坦教授讲的主要呢，这次发病的体质特点呢是脾肺气虚阴寒湿盛，易感人群呢是寒湿体质状态，干预措施呢是除湿扶正，治疗的方剂呢平胃散、扶正、除易散等等。那么他在讲治疗方案的时候是分了三期，有微表期伤肺期和恢复期。微表期呢有两种情况，伤肺期有四种情况，在恢复期呢有两种情况这些呢都讲得非常细，我的感觉呢非常的简明扼要，比国家出台的七版方案里面还要简单，它是真正来自临床的一线的经验。王坦他们团队的工作呢为我们中医争了光，为我们中医争了气，向全世界宣告中医的疗效，中医对急症、传染病、对重症病人的疗效是确切的。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也为我的老同学在第一线的工作感到自豪，为他骄傲，非常非常感谢。那么现在呢，援助武汉的医疗队呢在逐渐的回撤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属于国家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广东那么上海和长春中医药大学那么这些医疗队呢可能要战斗到最后啊，由我们来兜底。我在网上就是说在国内物资最紧缺的时候，就是开始的时候，你看哈，我在网上看到了好多消息，就是我们在那么国海外的那么华人华侨，包括我们这个那么留学生啊，那么采购这些医疗的防护物资寄回国内哈，那么来帮助国内啊，那么来抗疫啊，这个拳拳的赤子之心真的令我很感动。关于肺纤维化的问题，那么就是这样的，一部分人可以自己吸收掉的啊，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很不幸的，那么可能会继续加重啊，但是呢中医的疗效是非常好的，甚至也包括了那么针法和灸法啊，效果也很好。那么我们做了一些尝试啊，一部分人是可以逆转的啊，甚至呢那么或者是说就单纯的留下一点点痕迹啊，那么对于以后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影响啊。有一些个可能你们也看到了报道哈，那么包括一些个那么有个别的人转阴之后呢出院的时候是那么宣布治愈之后呢可能转阳了很少。问题可能多方面的，国内正在探讨啊，那么这个总会有那么这么大的患者量，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的我们叫漏网之鱼，不太好听啊，就是说那么出现一点点小的意外啊，这也不奇怪啊。的的确确啊，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个舌苔的变化等等哈，可能我们现在中医都没有办法了，所有的都接触不到，只能薅着或者拽着舌头看了，确实是这样的。那么他这个病的特点就是本来阳气就不足啊，那么病毒侵袭肺部以后哈，或者先侵犯腠理嘛，导致那么我们说气化的顿滞啊，顿时哈非常快的哈出现一个非常虚弱或停滞状态。
啊。那么整个，那么然后呢，整个气郁会化火，还会出现这些个火郁的现象，甚至导致气阴两虚。那这时候你对症治疗就可以了啊。那么但是呢，千万不要忘了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保护阳气的重要性啊。这个病的那么早期的时候呢，是以煎制为主的。那么有而煎制和什么和这个肺实质的病变之间又没有严格的界限。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片子啊，在我们这里有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你看啊。那么到了到尾中期的时候，整个一个肺，那么在 X 光总是反的嘛哈，对，都是一片白啊，我们也称作白肺啊。那么间实质都有改变啊。那么从解剖来看的话，也会看到大量的那么为大量的整个肺泡为大量的这个什么这个粘液哈，那么我们几乎都灌满了，这样的。那么肺纤维化的话呢，只是在早期的时候呢是不出现的，只有在逐渐的病过程当中才慢慢的出现。再补充一下前面老师那个提法，包括舌苔的变化之等等之后啊，这时候我们用的办法就是，那么在治肺的同时配合通腑啊，很快这个现象就消除掉了啊。那么单纯的大剂量的清热解毒是不可行的，老同学，这个问题就是提的很有意思了啊。那么在美国呢，可能是这个大麻是合法的，很多的，那么包括一些个，甚至你比方说芬太尼吧、杜冷丁吧，大家也都在用哈。那么这些个的损伤其实并不比，难道说他们这个跟麻黄和西芹比起来，那么我们都是小 case 了，甚至我们是用来治病的啊。那么只要你的量的掌握很好的话，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和群里的各位，也可能有我的老乡、我的同学哈，甚至都是我们的同道哈。那么我建议大家戴口罩，另外一点呢，也要勤洗手啊，注意那么保持清洁。最好不要聚集，因为这个病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感染的，所以说你甚至不知道谁是啊，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症状的嘛，可没有症状的人这个危害我觉得可能更大。第一，儿童这套方案也是可行的啊，但是呢还那么从国内来看的话呢，儿童一般的感染呢，第一不是很多，第二来看的话轻症居多啊，有很多孩子可能自己就好了啊。关于艾灸的问题呢，我没有经验啊，说实话没有时间了。那么来的这么，就是说这个病来的这么仓促啊，那么我们这个还没有，就是说着重于中药的治疗啊，还没有这个那个那些方面针灸方面的，包括艾灸方面的探讨还真的不够。可能是说群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搞针灸的专家，毕竟你们搞的也是哈，那么很有声色啊。我觉得要是你要用针法或者灸法的话来看的话，也是哈，也是以这个什么这个那么改变这个那么虚冷状态哈，或者驱除寒湿，从这两方面去着手去啊，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已经感染的，已经确定了他感染的，他们之间就不需要隔离了。那个预防的那个方子啊，对于普通人群预防的方子啊，你们可以向我的老同学啊，陈德成那里边索要啊，因为这个他很早就拿，就是说我就发给了他啊，不能说很早了，应该说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吧啊，他那里有啊，关于麻黄的问题，目前来看哈，那么可能也跟我们的用药传统有关系吧。那么在很多的方剂当中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你容我想一想哈，或者是说看一看有没有可替代的。那么再回答上面那第三个问题哈，那么现在呢，那么从我们中医的角度，那么得了新冠肺炎啊，那么我们是一套方案，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方子，也就是说，那么
可能你们发现了一些个我们叫什么呢普氏方子啊，那么是早期的时候挺无奈的啊，那么出了一个普氏的方子，那么更精准的治疗还是一个按我们的方案啊，按中医的辨证规律去治疗。哈哈，学敏你也在啊，哈哈。中医一来就有门派啊，那么包括南方和北方啊，那么地域的问题，包括体质的差异等等啊，包括一些用药习惯等等啊，都会有差异。那么大家的方案来看的话呢，目前看呢，那么也都有效。这就好像一个数学题，你有多种解法啊，那么我只是讲了我们吉林的方案。那么童小林院士是我们的校友，我把他称为院士学长啊。对，我们来的时候呢，因为从东北嘛到武汉2000多公里啊，也向他那么请教了好多问题啊，他也给我们的方案进行了进行了指导啊。对，我们也非常感谢他。那么他也基本肯定了我们这个方案的地疗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和童小林院士的那么同出一门嘛，关于寒湿的认识啊，我们从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关于方案的使用也是这样的，那就看你可能会查到很多的方案啊，那么究竟用哪一个啊，那就看你对哪个方案更容易接受啊。那么这就像这个武术的门派啊，既有武当也有少林等等哈。那么他是什么门派并不重要，而是他的实战性是否很强啊，或者真的有用，那就可以了呗。我所负责的病房啊，那么应该是100%的中药，100%啊，那么都服用中药治疗。那么可能你会问说，有没有西医的西药的介入哈？在这里是有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些都是有基础疾病的人啊，那么状态都不好。我们这个一个中药来看，不能把它全都覆盖掉的，既要顾及基础疾病，又要顾及这个那么新冠肺炎啊。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也是有的时候呢也避免不了的会用一些，但是呢我们的通通的是中药治疗为主，一大部分是纯中药的治疗。藿香正气目前来看没有确切的那么就是说令人信服的那么作用吧。可能大家都会发现这个患者在初期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有腹泻现象啊，拉肚子等等来看哈。你要知道我们经方败毒散是什么，那么它这个作用当中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阐述，叫逆流挽舟啊，只要把表症解了，腹泻就解除掉了啊。嗯，至少在我们的方案当中，我们不主张啊用这个那么清热解毒，那么来或者预防啊，或者是说在没有这个确切的那么症候支持的情况下，应用这些一个清热解毒药物，包括了双黄连和莲花清瘟啊。你这个问题是病毒学家们要研究的问题啊。那么这个至于说大约现在4个亚型吧，有的呢毒力强一些，有的可能毒力弱一些，我也看到了这些报道。但这些个分型和我们这个中医的治疗来看哈，那么关系并不是很大啊。那么也就是说，那目前为止还不是我们中医所研究的那么内容啊。我们中医要做什么呢？那么当然了，去研究这些对将来的疫苗啊，包括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可能研发是什么是这个有益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药物这个推出啊，或者是说疫苗还没有成功啊。但呢我们中医呢是这样的，治病为主，我们不要坐以待毙啊。
经房拜读散其实可以适合于所有的人群啊，但是呢对于的的确确对于一些个比方说年纪比较大的人啊，当然了我们不限于45岁，现在呢45岁还处于青壮年状态啊，也用不着非得去把它归为老年去啊，很多人没有基础疾病啊，也就是身体平常状态就比较好的啊，还可以都可以使用经房拜读散，对于一些老年人或者说体质比较弱的人啊，我们是主张用人参拜读散，那么这也符合人参拜读散啊，那么所创制的原意吧啊。说这个病毒和乙肝病毒一样哈、啊，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啊，那么也可能这个病毒将来还会感染哈、啊，但是说让这个病毒长期的那么在体内拘留啊，这个是一个传说。也可以这么说，也是大家一种恐惧的一种表现吗？那么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可以像乙肝病毒一样让人长期携带啊。所以说这个疾病来看的话呢，我们很多人治完了好了之后不留下任何痕迹，跟正常人毫无两样啊。那么说他把他说的太玄了之后来看啊，这个是需要这个非是需要证据的，这个证据很反正目前我们是都不支持啊，我觉得好了就是好了啊，那么更何况它本身就是一种，如果你体质比较好的话，本身就是一种自限性疾病啊。谢谢各位同道的肯定啊，那么能在这群里边和400多个人进行交流啊，真是我是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方式啊，所以用的不太熟练啊，我对新东西的这个接触啊，或者是说熟悉的看我总是滞后啊，那么可能这个不太，有的时候不太连贯啊，请大家都包涵吧啊。啊，你说和海南非常相似哈，我特意搜集了海南人的那么一些个那么身体状况的资料哈，很不幸啊，那么尽管它处于热带哈，那么寒湿体质的人比比皆是啊。王谭教授，老同学，你今天的讲座可不是400多人，应该我们有十几个大群，都是400-500人的，有南部的佛罗里达，有西部的洛杉矶，还有北部的加拿大，还有中东几个群，我们一共十几个群，几千人在听您的讲座。老同学啊，你给我压力了啊，我跟你讲啊，我没有想到你弄的我们用东北话说弄得这么大扯。哎，刚才回答一下，刚才那个就是有一个王少白那个哈同行哈，他说关于炎症风暴的问题哈，那么在国内也的的确确啊，那我们这个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那么现在呢所使用的的确确，一旦炎症风暴比较重的人哈，那并不都是说挺不过去的啊，那么一些人也扛过了这一关哈，那么我们也在尝试用托珠单抗吧，那么来干预它，那么现在呢还在搜集资料阶段，那么最后那么你关注网上消息吧啊，可能会有用啊，那么请大家注意一点啊，你不会你很难那么见到这样的患者，也就是说从这个为表期到泛非期到恢复期你完全见到啊，你见到的可能是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单纯的为表期啊，或者单纯的一个泛非期，甚至来的时候就是重症等等来看啊，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还是中医的那么辨证论治啊，总是精髓吧。那么从现在临床来看的话呢，这种炎症风暴的高峰值的时候，多数是重症期当中的脾肾虚冷和易毒化火这个症候，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当然了，那么炎症风暴过去之后来看呢，那么这种炎症的反应啊，会也很多人会持续很长时间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我会把我们的那么我这次讲座的文字版哈、啊，那么发给我的老同学陈德成啊，那么你们呢，作为你们可以去互相参考啊，或者讨论啊等等哈、啊。当然了，我也希望你们更加完善它啊。群里的各位同道，我只好说再见了啊。
在这里呢，我在中国武汉雷神山啊，那么祝在线的各位以及你们的家人安好啊，再见。谢谢各位啊，我一定做好防护啊。我觉得那么我们离战胜这一次疫情啊，已经不会太遥远了。我看到了这个报道，目前不支持啊，我想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吧啊，因为我从我治疗这么多的那么新冠肺炎患者，我没有见到任何有这方面的损伤啊，我这个即使是有一点损伤，也是全身性的损伤当中的一个小部分啊，我想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来看不会构成影响。